时隔半年，申玉川加入了一支闻所未闻的新战队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非常期待。 我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最后一场，只要我登上这个赛场，就必然会站到最后。和大家一起比赛，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